虽说我在明教之时与杨逍还算合得来，可是后来我离开了明教，创立了天鹰教，现在算来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。在这些年来，从未与明教的任何人有过什么来往，怕只怕杨逍此番前来，自是所谓的来者不善。防着总比布防的好。 禀教主，我已被妥天罗地王，管教来的人进得来出不去。天鹰教之所以能有今日，正是我应天正用血汗。 拼搏而来，谁要是毁了我的天鹰教，我就和他彻底拼杀。杨逍，既然来了，就不必藏头缩尾。怎么，不敢来见我？哦，原来是峨眉派灭绝师太。屠龙刀是不是在你手中？ 原来你是为屠龙刀而来，师太，怕你来错了时间，也来错了地方。林君，你不是很肯定地告诉我，屠龙刀重现江湖在天鹰教手中吗？徒儿确实听说是天鹰教夺了如阳王进贡的屠龙刀。隐天正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江湖传言果然名不虚传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有什么传言？说你灭绝。 冥王固执是好听，笨头笨脑，倒是名不虚传。你侮辱我！我说的是事实。今天我天鹰教在王盘山岛举行阳刀立威大会，你连这都不知道，反而到我天鹰教总坛来要刀，你不是笨，又是什么？尹天正，我跟你拼了！老贼，天鹰教岂容你来撒野？ 原来你们安排好了埋伏在等我。哼，说你笨，又加上一拙，天鹰教敞开大门，为的是请杨逍入瓮，布下天罗地网来个瓮中捉鳖，没想到杨逍未来，你却闯了进来。我正纳闷儿，应该是铜墙铁壁的天鹰教，怎么这么好进来？原来，废话少说，给我上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 师傅，师傅，剑，我的剑！啊！倚天剑！师傅，我师傅先走，我断后。好。这么漂亮的姑娘。 杀之可惜了！峨眉派开山始祖是国香，倚天剑在灭绝师太手中，错不了。倚天屠龙都在我手中，这是上天叫我天鹰教独霸武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没派的，你打不过我的，脾气倒挺倔的，你死也不受天鹰教的侮辱。不是天鹰教的人，你不是个好人。去！我不想跟你为难。 要走，我不拦你，走啊！
外边很危险，鹰野王也饶不了你。今天晚上就在这将就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救你，反正已经救了，你也不必挂在心上。不管你接不接受，我都要说一声谢谢你。反正天一亮，各奔东西，谁也不欠谁的。我不能走，我要帮师父夺回倚天剑。你说什么？倚天剑？ 倚天剑在天鹰教，不错，倚天剑是在我天鹰教。你为什么？